让我走进你的生命。我常说会不会把你给宠坏，那就让我宠坏好了，坏了就是我的。我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男人，但一定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。But I didn't know how to do that. I was depending on